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一次的漫谈党文化节目。那么今天呢，我们又请来了时事评论家恒河先生和我们在一起远远而谈。最近呢，我们接到一些来信，询问我们这个系列片里面的这个场景的演员，说他们演得太精彩了，到底是哪里请来的演员？其实我们这套系列的这个场景，我们专门是适用的，大多数都是业余演员，但保不准其中哪一位以后就成为大明星。那好，那我们还是先来看一段场景。你看，这是我们家厨房。哎呦，你们家可真不错哎。哎呦，记得小的时候啊，你们家呀经常给我们家粮票布票的，要不是你们家的接济，哪有我们家的现在呀。嗨，过去的事就甭提了，你们两口子可真能干哎。哎，我听说你最近入党了。哎，我们家那个厂子啊这两年还行，所以啊前两天他们来人劝我们入党。我一想啊，现在的共产党和以前的也不一样了，让入就入呗，就走个形式呗。嗨，你怎么那么犯糊涂啊，人家现在退都来不及呢，你还往里跳。你还说我呢，你不也是党员吗？我呀早就退了。啊，你退了？哎，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讲法哈，说现在共产党跟以前不一样了。你看以前他经常提的，比如说像阶级斗争啊什么这样的提法，现在他是不提了。而且呢，在他的文章里也提叫做这个与时俱进。那么恒河先生，您认为现在共产党他到底是变还是没变呢？共产党有变的地方，也有不变的。那么变和不变呢，完全是根据他生存的需要而来决定的。为了生存，他随时可以变，这是没有原则的，但是有些底线它是不变的。那恒河先生，是不是还是请您具体的讲一讲，您认为共产党哪些方面没有变？我认为第一呢，就是共产党的暴力本质没有变。那么我们举一些最近的例子。就在不久前，湖南永州呢出现了一个很大的警民冲突。那么主要是当时是黑社会，有黑社会背景的汽车公司涨价，那么这个抬价以后呢，民众呢就到汽车公司去抗议，但很快呢政府就介入镇压，所以呢这个最后就演变成了这个警民冲突。这几年发生的情况来看的话呢，凡是由圈地拆迁引起的大规模的民众和这个政府的冲突，我们没有看到有一起是政府方面坐下来和民众谈判的，几乎100%的都是由政府方面出动武警和这个警察镇压下去的。另外呢，就是对于信仰团体的迫害呢更是非常严重，很多人很难以想象的。就在上个月，黑龙江齐齐哈尔市的两名女法轮功学员被派出所抓去以后，这个酷刑拷打了5天5夜，最后失去知觉。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方面还要求这个家属交20000块钱，不然的话死了也不放人。最后两位法轮功学员呢就在2月27号就死于酷刑。很多人他觉得像法轮功的情况，甚至这个您说的这个上访啊，这些还是某些方面的情况。那么在其他方面呢还是宽松了很多。你比如说文革期间，如果你到马路上去喊这个打倒共产党，你可能就会送命。但是现在呢，你在饭桌上骂共产党好像也没有人管你。也许你骂共产党可能没有人管，但是如果说你去喊一声法轮大法好，你很可能就被抓起来甚至被打死。其实和当年说打倒共产党被抓起来打死是一样的，只不过呢是使用了不同的罪名而已。他这个背后暴力的运作机器啊是一样的，这个机器今天可以迫害你，明天可以迫害他，被迫害的呢今天是这群人，明天是那群人。那么只要是中共不喜欢的他就镇压，从正反到反右，到文革，到六四，到今天的法轮功，都是一样的。再一个呢，就是中共坚持独裁统治的这个本质，它这个没有变，舆论控制没有变。中国大陆现在的主流的媒体报纸完全100%的还是被中宣部控制的。那么网络呢，花了上亿人民币建了一个世界上最大的金盾工程，也就是世界上最大的防火墙。到网吧去过的人都知道，你不能够打上一些错误的关键字，一些敏感的关键字一打，警察就出现了。哎呦，哎，恒河先生，我有一点很奇怪，像您刚才正好提到这个网络的控制，像中共用几十万的这个网警来控制网络，而且花那么多上亿的钱来搞这个金盾工程，可为什么这个很多网民甚至这个其他的民众他仍然认为现在的这个控制更小了，而且自由度更大了呢？
我想这要跟什么时候比？如果你跟30年前比，那么那时候文革和以前呢，中国是一个封闭的社会，而现在呢，国门已经打开了，不可能再关上了。再加上呢，现在是在发展经济，那么就是党政官员和国外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你一旦要100%的按以前那种完全控制的话，那不要说别的，就连政府都运作不下去了。这是一种，所以他不可能这样控制了。再一个呢，因为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呢已经彻底破产了，再加上各种运动，这个通过各种运动，民众也不再相信共产党说的那一套了。然后中共呢，他第三代第四代的领导人呢也没有了第一代和第二代的那种权威，绝对的权威，所以他说话也没人听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再搞革命再搞运动不现实，而且也行不通。所以既然已经管不了这么多了，有些东西呢他就不管了。所以在舆论控制的方面呢，大家感觉宽松，是因为他一个是在重点上管，另外一个呢是精致的管。所以他设了一个底线，这个底线是什么呢？就是反对共产党的他一定管，你绝对不能反对共产党。那么在不同的时期，比如说现在，他还有别的底线，比如说你不能和法轮功或者是民运连在一起，那么这是他现在的底线。如果不碰这些底线，那么他可能就不会明显的公开的来管你。但是呢，这个目标就是说他管的这个底线他是会变的。比如说最近，那么他就把一些环保的这些，就是推行绿色环保的这些负责人给抓起来了，就在两会期间。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这时候环保组织对他可能有一些威胁。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你有钱，有钱也是一个威胁。我们记得这个以前这个财富杂志啊，在中国有个分部，是一个叫胡运的在管。后来他和财富杂志分开来自己搞，每年呢他公布一个中国的富豪榜，第一榜公布了50个人，4年以后到2002年，这50个人还有9个人还在，其他人不是被抓了就逃到国外去了。那为什么呢？这些人并不是因为他们真正操作上有什么特别违法的，当然也是违法的，但比他违法更多的人还在，是因为他们不属于中共的特权阶层。我听您说的，恒河先生，刚才至少有一点共产党是变了，就是他今天控制的范围是缩小了，是不是？我想是这样的，一个是范围呢表面上看是缩小了，另外一个呢他的手段更精致了。不过呢，我想他的范围的缩小呢是被迫的，不是他不想管，而是他没法管。那么有人说了，他是从原来的严密管控，就是什么都管，到现在呢是最后防护。那么他的手法呢当然是更隐蔽了。我举个例子哈，一个呢就是政治案件他用刑事罪名去判。那么我们知道这个著名的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他连续被美国的这个时代杂志评为是影响我们世界的100个领袖人物之一。那么他呢当时是因为帮助这个计划生育受害者去打官司，当局以什么罪名判他呢？当局给他判的罪名呢却是故意毁坏财物。那么上海呢给这个拆迁户打官司的律师郑恩宠，他被判的时候呢说他是泄露国家机密，判了3年。这是就是精密控制的一个典型。还有一种呢是叫做误导，比如说在国际互联网，中国的网民如果上网打到了就是要查一个网站的话，经常会跳出来一行字，说是你要找的这个网站不存在，那么他就以为真的不存在了，其实呢这个网站是被封掉了。那么这种像这种误导呢，他不仅自己搞，他还利用国外的知名公司搞。比如说这个雅虎和这个谷歌在中国的分部，他们就专门设置了一套过滤系统，是按照中共的标准来设置的。所以当网民用这种谷歌或者是雅虎去查他要查的网站的时候，他以为他看到的和全世界其他的网民看到的是一样的东西，其实不是的，因为主要的部分已经被雅虎和谷歌主动按照中共的要求给删掉了。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所谓扫黄打非。大家知道现在中国的网站上，包括主流网站上，都有很多那种叫做软色情的东西。那么这个呢让人就觉得中共是不是管松了，因为他不是扫黄打非两个东西年年在搞，天天在搞吗？不是的，他扫黄其实是个幌子，打非才是真的。打非是什么呢？打击非法出版物，就是他所不喜欢的那些政治性刊物。
会不会还有一个原因啊，恒河先生，就是现在很多人已经学会了自律，因为经过共产党控制这么多年之后啊，就知道哪些事情可以碰，哪些事情不能碰。那这样的话，比如说你网站，你像有的过滤就是敏感信息，不用你来共产党来过滤，他这个版主自己他就先把那些删掉了。嗯，是这样的。其实呢，当每个人都自我约束到一定程度以后啊，他连别人的管制他都已经感觉不到了。我最近有一个朋友跟我说啊，说你说共产党变好还是变坏，其实是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角度上的。他这么认为，他说比如说如果你是练法轮功的，你是那个正好是被拆迁的，那你是下岗工人，你可能就认为这共产党越变越坏，非常坏。那如果说比如说我现在没有这些事情，我又买了房子，我又买车了，然后我觉得过得也挺好，前途挺好，那我可能就认为共产党还是变好了。这一类主要是从经济上来考虑的。那我想呢，经济好了，人的生活好了，这不是共产党的功劳，这是每个人自己努力工作的结果。共产党只不过是什么呢，他管你在经济上卡你卡少了，管少了而已，这不是他做好事，最多也只是坏事稍微做少了一点。你比如说现在很多人买房买车挣了很多钱，对不对？那么这些挣的钱呢，都是他靠他自己辛勤劳动挣来的。那共产党他也不创造产值，他也不制造生产，也不制造任何产品，那么他也要靠就是像你劳动生产出来的这些税来生活。所以说如果没有共产党这么庞大的一个机构的话，那么也许你的生活，你交的税就更少，你的生活可能更好过。那么像国内经济最大的部分并不是共产党所管的国营经济，最大的这个财富是来自于三资企业，就是外资、合资和私营企业。那也就是说呢，是不是共产党让这个大家生活变好了的。但是呢，我们如果从另外一个方面说呢，有些方面就变得更坏了。为什么呢？那么他鼓吹金钱至上，因为你不要来危及我的统治，所以呢你去挣钱去，鼓励大家去金钱至上，鼓励大家去道德下滑。所以在大陆大家都公认的一点，就这些人这些年来人的道德下滑了。还有一点，就是由于社会不公正而造成的社会不稳定，在这种社会里面没有人是安全的。那么这个不稳定呢，来自两个方面。一个呢，是由于当局者没有制约的情况下任意侵犯人民的权利造成的。另外一方面呢，是由于暴政造成的整个社会动乱。那么这种在中国历史上，不管你多有钱，不管你多有权，当这种暴政和社会不公正造成的社会动乱一旦起来以后，是没有人，不管你是什么人，都不能幸免的。我们这一集呢，还是在谈党文化的现象。那么这种观点就是认为今天的中共比以前变好了，变得不一样的这种观点，它到底有什么党文化的因素在里边呢？我觉得这里党文化因素啊，主要体现在，就是说他是等着共产党改，那么自己呢，其实是处于一种无能为力的这种状态。就是说你改好了一点了，我就感激不尽，你要不改呢，我也没有办法。那么这种呢，就是典型的无所作为，任共产党想干什么干什么，这是受了党文化的影响。那么另外呢，现在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现在呢比以前要自由了。那么我就想问一句，你现在自由了，你的自由哪来的？那他说是共产党给的。那么还是一样的道理，如果说共产党能给你自由，他随时就能把自由也给收回去。那么历史上是有很多例子的。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在国共内战期间，为了推翻国民党，中共就非常鼓吹这个民主。但是呢，当他一旦夺取政权以后呢，他觉得不需要再说民主了，于是就立刻实行独裁。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但是作为我们来说的话呢，作为一般老百姓，我们应该第一个，我们应该尽量去寻找真相，去听到真的信息。比如说现在海外开发出了很多很多突破网络封锁的软件，那我们就可以去用。还有呢，海外有很多人，还有中国大陆也很多人致力于把新闻和真正的消息送上门去，那么包括法轮功学员。那么作为我们来说的话，当我们收到了别人辛辛苦苦送给我们的信息的时候呢，我们最要注意的就是说，我们不要拒绝真相。因为知情权也是天赋人权，任何人都不应该轻易的放弃。好，谢谢恒河先生精彩的解说。那我们今天时间到了。是，谢谢恒河，我们也谢谢我们的观众。那希望呢，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再见了。